美聯物業圓滿分享，我叫阿威，今次會介紹另外一間的樂融天能房單位給大家。這個尺數508尺，高層單位 F 室。這個單位業主做了少量的入場傢俬。長形廳的設計，在門口的位置業主做了一個鞋櫃，加添收納的空間。樓高3.05米，廳落地玻璃的設計增添采光度，高层望出去是柏架山的山景。业主物尽其用，房的窗台位置做了书柜。上述单位的话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打电话给我，我是圆满分行，我叫阿威。